等下15号吧。那个有人迷路了，有人迷路了，怎么人迷路了？有人迷路了，要去哪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请问你是，请问你是路痴吗？我是路痴啊，不然就不会那么多师傅被路杀了。喂，等一下，我先中了。哇，这个这个、oh, 哇， no. 这只这只十五太狠了，太狠了，白头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stia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再麻烦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，谢谢你。那你在日本都在吃什么？如果你不能去那个，你不能去那个的话，自己煮。嗯，去哪个？现在吗？对啊，还说你现在已经进化了。就是可以去，现在可以了吧？是便利商店，还有超市。你说超市那种便当吗？学校学生餐厅，然后还有冰旋风。冰旋风也是，冰旋风是可以拿出来讲的，是不是 ？OK。我蛮常吃的。OK， 我你接你接你你平常在吃什么？冰旋风。平常吃什么冰？对，冰旋风是你的主食就对了。冰旋风蛮好吃的，我有时候会吃它当早餐。冰旋风是蛮好吃的啦，我第一次听到别人把冰旋风当早餐吃。真的假的？就那我不是真的假的。早餐吃冰旋风，不然你有遇到跟你一样早餐吃冰旋风的人吗？不知道好不好有。嗯，这个世界上有70亿人，确实是会有了。但是，突然想到，对，早餐有一个喜欢吃冰淇淋的，叫上号冰淇淋。冰淇淋。哦，对耶，对，有哎，对哈、哦，你这样讲好像确实，你有同伴哎。你拿。来吧！啊，他怎么蹲在那里啊？我回一直被那个外挂偏偏。为什么有一个生命线蹲在那里啊？哦，倒二倒二，砰砰比去。倒二，我们倒二倒二，最后被砰砰比。倒二倒二。十五号应该也不知道这个梗吧？不知道，知道吧？不知道，我啊，该发了，该发了。那这让他从那个审问开始发。审问。他在审问的时候，那个人吃拉草香，然后起来把他射死。审问。哦，他讲话很好笑而已。你知道他瓜吗？我觉得是瓜的语调比较很强。那你对瓜有兴趣吗？你是问的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我靠，我认识的人。可是我问的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对瓜有兴趣吗？这没问题吧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瓜有兴趣是什么意思？对瓜有兴趣是什么意思？嗯，完了，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说法了。有瓜可以吃的，你觉得瓜这个人有趣吗？有趣吗？这样子吗？可是这样子就问不到我想问的、啊，是吗？你想问什么？你想问什么？没有，好危险哦！我没有，你好危险哦！我没有，我只想说，我问他说，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好笑，想跟他玩吗？这样子而已啊。所以像他有什么呢？就问你会不会想跟他挂一起玩游戏就好了。哦、oh, ，OK。Give me a sec。木栅动物园有食狐吗？有啊，有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二十三号可以去看食狐。我要看他会不会开车。哦、叔叔。他如果会的话，那干嘛？我这样我又怎么了？我又讲错什么话了吗？要跟谁一起去啊？自己去。哦，不是跟 Deer。那、啊、你什么意思？谁去啊？你什么意思？自己去看石虎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是不能正常讲话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关系。我们只是好奇你跟谁一起去啊？我就问。我要开户外台，我要自己去了。什么叫做叔叔真的很会搓汤圆呢、啊？
好靠腰，好酷的问法哦，这个。外面那些都是流言蜚语，我是一个正人君子。那你喜欢花枝吗？我吗？那是你喜欢的。没有，我问你啊，你喜欢花枝吗？你 是不喜欢花枝丸、哦、你蛮喜欢花枝丸。喜欢花枝丸。那你敢吃那种就是寿司的那种生花枝吗？不敢耶、欸啊、不敢哦，我会怕。所以你会怕花枝 OK 会。你想钓我做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他总要反击一下吗？可是这对我没有杀伤力啊！哎、欸，他是你学妹耶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所以你害怕你的学妹是没有关系的事情。OK OK， 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不怕学妹啊，我怕的是食物啊。那是你喜欢的。我没有喜欢。你没有喜欢，所以是不喜欢啊、哦！我要跟第二讲。OK， 你跟他讲。OK，OK、OK, OK。朋友的喜欢，女朋友，朋友，女朋友也是一种朋友啊。哇，这个这只食物有点猛啊！不愧是经常在开车的人。女性朋友就是女朋友。认识的人，好不好？认识的人来说喜欢，行吗？好像有人审问回力镖打到自己头上了 ，IKEKW。我喜欢吃西瓜吗？嗯，不喜欢。你喜欢吃西瓜吗？不喜欢。我妈，我也不喜欢吃西瓜。那你问为什么？等下这个是什么陷阱题吗？没有啊，我以为你会喜欢西瓜。我仿佛看到了小学生一样的回答。我听懂，哎呀，我不喜欢他啦。你不要误会，接着又好像担心什么的说着，其实我喜欢啦，但是是朋友喜欢。我不喜欢吃西瓜，但是有人很喜欢。那你喜欢吃西瓜宝贝吗？没有没有，你有听懂我的说的话吗？我不喜欢吃西瓜，但是有人很喜欢。有人很喜欢，那你不喜欢咯？嗯，我还好耶，我觉得西瓜好水哦，吃起来那个什么，吃起来满嘴巴、哦、西瓜很水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吃起来就是那个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鸡排。哦，所以你喜欢吃鸡？嗯，我喜欢吃鸡。我们今天有吃到一把鸡，好扯哦，叔叔。干嘛？我又怎么了？我又怎么了？不是我讲了什么奇怪的话吗？我靠，是你们思想太龌龊吧？这句话挺正常的、啊，太正常了，实在是没听过这么正常的一句话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今天吃过鸡。还蛮正常的，这个比他刚刚那个直接念那个右上角的那个 ID 正常多了吗？英文名字叫 GG Eater， 那倒是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我需要打枪。好的。这给你好。Okay, what's next? Evo Shield here, level 3. 给你这个谁？你。我不是给 KSP 哦。我还是给你。我丢在你面前。谢。没事。这个是。你不想你不想不想拿没关系没关系。我还给你还给你。你穿过的男生细菌。男生细菌。OK OK OK。 看到我金甲。你喜欢金甲吗？你在问谁呢？十五号，你不是有指甲了？我吗？我金的我都喜欢。那就给你。对不起，有男生细菌在上面。耶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忍耐。我可以忍耐。在里面。好，有雷，反一下。没炸到。不到一个。
前面来了，我看到很多人，前面屋顶有一个，很惨。哇、哦，融化了、啊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哦、我刚刚以为我太久没用汗露，我以为 他可以按着，结果他不行。才第二圈就分四组，不对劲。点上人，危机。哇，好强！大球一甩。搞笑！我现在旁边。干嘛是他也？太低，太倒了、啊。我一直都忘记。别上来！我忘记不能按。你、嗯、爬上来，爬上来。嗯。他要进去。啊！我怕我被炸死。是的。你拉了。等一下，有人在那边。啊？他们也没在拉。他们在打，你可以补一下，然后我去防。好，我来。后面后面。怎么了？他一直在偷抽我。可以先补，现在可以先进来。他们那边下来了，十五号那边，十五号可以先进来。行，要不要先进来？哇！他会死，我拉他。好，我看一下。你要炸一下。哦，我打160，他死。OK。他不敢推。我先补一下。他们可能这边爬上来了，小心点。爬上去了，爬上去了。看到了，在上面。左边有一个，左边有一个，左边有一个。OK， 他不要爬。先不要爬。看直。嗯，不要爬，不要爬。那我们绕右边。哎、欸，旁边有人。好。然后先到这边。好的。这个的，这个的。我有个号，有个号，有很准哎、欸。看能不能拉到我这边。我在想办法。嗯 ，OK， 我们俩二打三，先不满。有一个很准。我要报价。我报价。我没打点哦。我也低，你要先进圈，我不好圈，你要先进圈，我会死啊，你怎么会死？不知道，那今晚也很惨，他死了吗？真的，他死了，这边推一组，大球一甩，没电的哥，我只有小丁，很近很近很近，他们好散啊，哎、欸，他们很散，我们可以打左边那只，来博哎。太低了，太低，我好像 OK， 先补一下。你别死掉啊，别死掉啊！我没电了，哥。进来。真的没电了。OK， 等。帮我撑三秒钟。Nice！ 我冲去，直接冲去打在他脸上，他没电，没有很好打哎、欸。快点追！我叫你追！都掉下来，好像这样子。大家都掉下来了。
天不但没了视野，又更清晰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喂麦，跟你拜拜。想他是 Twisty 啊，他怎么可能没有朋友一起玩游戏啊？我真的好不爽哦。不喜皇帝的皇子哪个皇？你这个烂虎。